活点信息。我们来引起他们的注意吧。全军出击！发展中路了没有啊？这不那啥呢吗？感觉应该多兰戒出门，这个样子不多兰戒出门，蓝可能会不够用。那人儿怎么没了呢？我这次会帮你的，快躲开！这亚索有至于这么猥琐吗？打个艾克呀！不至于吧，我的兄弟。还不需要好运。这也太猥琐了。来嘛，让我看看新东西。这有什么用呢？不太行，回家了。这人也不打架，跟我们刷，那就刷吧。反正这艾克也不怕刷。先来个皮海。我得来个多兰戒，这不来多兰戒，蓝不够用。耍我一次，我就会时光倒流。我还会玩艾克呢，不会玩啊，玩一玩嘛，随便玩一玩嘛。那也没啥玩的了。上路赶克还是下路赶克呢？下路赶克一波，先吃个药。这有蛋呢，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你跟我打这个不行吗？
你干啥呢？你为啥不打蛋呢？我的天哪！我都佛了，你给我吓死了。走吧，人家是中单，简直了呀，快撤吧，别打了，这回可以打。先把鸡杀了，再把艾克杀了。这是什么艾克呀？佛爷哥，他跟我长得有点像。杀女警啊，那怎么能落下我呢？杀女警，那肯定是不能落下我们的啊。可否给我挡一下子？美甲窃魂卷，十成借的不来个美甲窃魂卷能行吗？谢谢比目歪哥瑞的五个半卡。没想到吧，我喜欢下路赶开一波，为什么没人了？跑了，走路不要了，这边女警敢站塔下就把他杀了。这扣给你放的，扣放的不太好啊，不过问题不算太大。我们已经18层美甲窃魂卷了，搁哪呢那亚索？上去看看蛮大哥过得怎么样，没杀过呢。致命点人，回家了，也20层了。这是发生什么事啦？
没人家压制。防卫啊！新的牛，哎，我移动速度这么快都撵不上他。这规则都需要被打破一次。他旁边是不是有人啊？吓死我了！我们要以任何方式搞定他。Killing spree. Double. 过来啊！祖安就是未来。你在干什么？你不知道我的虚区有多高吗？完了，撞墙了，居然！我也没想到我能撞墙，我差300块钱，这怎么办呢？把药瓶卖了吧。从不回头看。啊？啊？下路赶他一波呀，先中路收波线吧，好久没收线了。艾克这玩意儿呢，我估计不想死，这辈子死不了。赛不赛？突出一个赛字呀，他咋没死呢？哎我的天，原来你没死。塔皮我们还都吃了，香啊！几点了？哦，得快点了。打完带大家看看猴哥观察室，还得看一遍猴哥观察室啊。那我尽量是快一点。你看过了，你看过了，有人没看过呢？斗鱼给的推荐，我带你们看看那猴哥观察室。我好想把这个佛杰哥给杀了呀。被我逮到了。
这满大哥有多少血呀？我大回来，给我挡一下，漂亮！1860。差点钱怎么办？我直接把他大死得了。打不了一下。哎呀，不给你杵着。我刚本来想杀女警呢，但女警不动了。想了想还是算了，赶紧出巫妖，出完巫妖赶紧吹。大招吸地好快呀，那艾克大招吸地肯定快，那英雄这个英雄可有点猛，跑得快不爱死，虚区高有斩杀，有位移有回血，有控制，有套盾，有突进，就是有点脆，而且是近战。其实我也不太会玩。哎呀，女警是有点放弃了，是吧？我回去了。美甲欠魂卷没信哥怎么这么猛？原来是狂风之力造信。嗯，完了，看来我只能买个恶魔法典了。杀，嘲讽住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是？你不会想跑吧？你跟我跑，兄弟，你跟谁跑不好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给你杵的。
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我的天哪！盾没了，这么赶巧吗？现在都是这么巧了吗？要想赶紧给他推掉，我们可能得打个大龙。现在已经6:13了。打个屁呀！这上哪能打过去？那也没有人呢。我的天哪！给我吓死了！怎么这么老些人？为什么感觉我的虚区不是那么很高呢？正常我这种装备，这一个一抠接个平 A 应该死一个。变大了，有风墙，有点烦。赶紧拿下，嗯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来把五杀沙米拉，来什么沙米拉？我要带你猴哥观察死了。